徐小林，徐小亮，欢迎各位准时到。徐小林，前两天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有没有收到我送你那个特别的生日礼物？特别的，就是给你发了520个我爱你的短信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是你发的啊？其实也不是我发的，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发的。多少个？你们听听，520个。我的天哪！我当时我接到第一条的时候就傻了。别让你朋友看着，看着我啊！我这删呢，上一条进一条，上一条我删了整整一晚上才删干。天，这就是你女朋友拜托我们给你发的制造一个惊喜。你这哪是惊喜？你这不整个惊吓吗？你这不是。这是咱呢？这地儿咱能进去吗？你说能不能进也得进呢。怎么进呢？我有招。不是，咱这活还没干完呢。啥活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师傅实现梦想的时候到了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一天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先生你好，请问您是来这儿打球的，还是来这儿找人的？那个，你这一小时多长时间呢？啊，我们这跟外边一样，一个小时60分钟。啊，对，这光说是啊，那个就是我就想说这个，那个一个点儿多少钱啊？如果您够级别呀，在我们这儿打球是不收费的。哎呀，那这我这够级别了，是不是啊？请问您是什么级别？七级。这是哪儿论的？七级木匠。这个不行，我们说是打台球的级别。不是、啊、那个问，我们来这个修台球案子的。对，案子。啊，您早说呀，那快请进。谢谢啊。哎，师傅啊，你太有才了。有病啊，师傅，他哪有病啊？别着急，我再看看去。肝有病啊？肝有病？那你看准了没？哎呦，看得准准的，肯定肝有病啊。谁肝有病啊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不是这肝，是我说你是台球肝，你肝有毛病。对，我这肝怎么会有病呢？这是国家级的标准球杆。那你看说有病还不信，你知道吗？为啥不行？咱俩打一杆，你知道吗？打一杆就打一杆，来吧。哎，那行。那啥，徒弟，那个把我家事拿上来。好嘞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是不是？好嘞。这啥玩意儿？这是我说球杆，你咋打的？哎呀，这咋扎的？这进了啊。那个，你先来吧。你先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师傅，加油！干啥呀？一天天的你呀。到我了吧？烦你说你呀。